各位山之善，大会厅首楞严经第三卷已经讲到最后科判了，叫做获本妙心。我们要先查出这个，根据一下第二获本妙心是从哪里出来的，它的这个来源。在经中分三段里面，第二为说为师等流自悲二教，从这个地方分成两科，第一悟证如来性教性觉，第二宝虚菩萨初心。现在还是讲的第一悟证如来性觉的这一科，又分两段，第一积三道成三德，第二解一经立五名。现在讲的第一段第三道成三德分为三段，第一是显如来藏，第二明圆通门，第三是菩提路。现在还是讲的第一显如来藏分两段，第一立万法显如来藏而开远悟，这一颗就是从第一卷的金中分开始到第三卷现在讲的这个破本妙心为止。第二的月世地显如来藏而劝妙修，这是在第四卷开头。现在讲的第一段立万法显如来藏而开圆悟，分两段，第一是真实性，这就是到上次七大周遍刚刚讲完的那一段为止，是真实性有四段啊。那么已经讲完，现在讲的根治下第二获本妙心，就是从立万法显如来藏而开圆悟的两段的第二段，就是第一段的是真实性讲过了，现在开始讲第二获本妙心。获本妙心就是开悟，当即开悟的境界。获本妙心这一句话就在经文里面，把经文里面这一句话为这一科的总义。我们先看看经文经文先是阿难的这个开悟的境界，是经家叙述开悟的情况，然后啊阿难说这个句诵啊赞叹佛，先把这个长文念一念啊。儿时阿难及诸大众获蒙佛如来微妙开示，身心荡然，得无挂碍，世诸大众各个自知心遍十方，见十方空，如观手中所持业物，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圆心，心经遍圆，含国十方，反观父母所生之身。由彼十方虚空之中，吹一为尘，若存若亡，如沾巨海流一浮沤，起灭无从，了然自知，获本妙心，常住不灭。这是解几经的人叙述当时听众开悟的境界。我们看看这个科判的名称，破本妙心四个字，就在刚才念到的经文，了然自知，破本妙心常住不灭。破本妙心就是这一段文的总大纲，它的要义就在这四个字里面呢，整个包含的。太虚大师的科判啊，差不多都是拿经文里面某一句某几个字
来做他这一段文的科判。这就是真正会看经的人，懂得看经的方式的人，他能够每一段文呢、抓到他的重点，知道这一段文的重点在哪里，那个重点就是这一段文的科判啊，不必另外把文字啊另外建立，省得许多麻烦。而且就在经文里面现成有的啊，那么很容易提示出这个大纲的地方。这里全文就是或本妙心，或就是德，说明我们一切众生一向啊都知这个妄想心为心啊。那么现在已经啊知道真如这个自信的境界，也就是所谓如来藏妙真如性。哦，我们本有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是长得什么样子，现在已经真正彻底明白了啊，彻底明白，亲自体悟到这个妙性啊。那么因此啊，这一段文它主要的大纲就是或本妙性。我们研究佛法，在文字上要学习到太虚大师的这种的啊，能够提示全经某一段某一段的纲领的这个地方，那么不像其他的一般，他另外啊以文字建立他的科判，他只在经文里面找出一句来，就是这一段的总科，要学习到这种的境界，才算是真正会看经的人。现在我们顺着文字来做解释。儿时就是前面七大周遍的这个道理刚刚说完的时候，而呢几诸大众是指当时楞严会上全体的听众，通通包含在里面，我乃是当机，他是这一部经的当机众，以他为首，并及当时的听众，这个大众包含人间、天上乃至天龙八部一切所有听众，通通包含在里面。那么主要是指的阿难，因为他是当机，以他为代表，蒙佛如来微妙开示，承蒙秉承佛的大悲的开示啊，承蒙佛的指导，已经体悟到这个真心的离题啊。这个蒙字啊，我们平常用好像没有啊这个想到它的用途在哪里。在客家话里面呢就很平常了，南部比较少见，中部的客家他感谢你的一句话叫做神蒙你，神蒙你，承蒙你，这个蒙就是这个蒙字，承蒙就是承接你的帮助，感谢你啊。这北部中北部的客家他感谢人叫做神蒙你，哎，真神蒙你哦，叫承蒙，就是这个字啊。所以这个蒙字啊，它就是表示对方帮助我的这个好处实在很多，我要深深感谢。所以这里大家觉得佛的开示啊实在太好了，大家得的受用啊实在太大了，所以叫做蒙佛如来，也就是佛，因为他要组织成为四个字一句啊，蒙佛如来，这样子就是成为一句，如来也就是佛。世界上不懂佛法的人往往以为如来佛好像那个如来是佛的名字，这是错的就是佛的十种通号，如来应供正遍知这十种通号的第一号就是如来。关于这个如来的道理，法身、报身、应身都可以说如来，这个道理讲过多次，不必再讲。
现在这里如来就是指释迦牟尼佛，就是上面那个佛字啊，指释迦牟尼佛他亲证如来时候的究竟功德，所以称为如来啊。微妙开示，这是四个字啊，总包含前面三卷经文，从经中分开始，正中开始啊，七番破妄一直经过十番显见，然后说到五蕴六入十二出十八界，当体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不是因缘，不是自然。最后说七大啊，样样周边，它的体性样样周边啊。那么七大周边的道理说完了，他才究竟开悟。因为我呢一直到十八界说完了，他还在因缘自然里面打转，还没有得到真正的体会。所以十八界说完之后，阿难又在问啊，他说佛平常都说吗？一切都是因缘，因缘活佛成就一切诸法，为什么佛到现在把因缘自然通通排除掉？这个原因在哪里啊？那个时候他还是不了解，经过七大周遍的说法才彻底明白了。所以这个微妙开示四个字总包含前面三卷经文，就是到七大讲完为止。这个开示为什么叫做微妙啊？有微奥妙，微最细，讲到最彻底最细的境界，妙不可思议，没有办法用心思用口语来表达他的这个殊胜的啊道理。佛的开导只是啊说出前面三卷经文的这个微妙的道理来，所以叫做微妙开示。那么简单说，微妙开示四个字就包含前面三卷经文。那么他们听到这个微妙开示之后，身心荡然，荡好像用水去洗，洗得干干净净的境界叫做荡啊，荡涤呀，把这个东西洗得清清净净。现在不是洗旁的东西，而是把自己的身心啊完全得到究竟的清净啊。所以要分开来，身荡然，心荡然啊，不要一句一下子念过去，不了解它的内涵。先讲他的身荡然，怎么说现在他的身已经荡然呢？因为过去一向啊妄认四大为自身相，这句话就在圆觉经，众生一向希望自己认为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组织的身体就是他的真正的身体，这是虚妄不实的，一向执为实有。现在经过这三卷经文的开示啊，他把这个一向妄认四大为自身相的这种的错误啊整个把它消除掉了，不会再认这个四大所成的假象的虚妄之身，对这个妄认四大为自身相的这种的错误看法现在已经一扫而光没有了。那么既然身得到这种的境界，不会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得到什么呢？顿悟清净法身。这个时候他已经顿时开悟，了知本有的清净法身，不认这个四大假合之身，而体认到本有的啊这个清净法身，所谓众生本有的自信清净法身呢、啊、这个时候他彻底明白了啊，所以叫做身荡然啊。第二，
心荡然，心地。为什么说心荡然呢？因为他过去一向啊，妄认六尘缘因为自心相，这也是圆觉经的经文。众生一向希望认为六尘的缘因啊，那就是我的心，以为自己的心相。我们现在认知的这个妄想心呢，第六意识的妄想心就是六尘的缘因，六尘缘因，就是这个生生相未触法的六种尘境，它所缘的影子啊，他的心就在这个地方。离开这个六尘缘因，他的心就不可得了，找不到他的心的离体。所以前面佛对阿难说，如果离开所缘之境，另外有个心体，那才是你的真心。你以所缘境为心，那根本就是错误。经过多次的破执，到了这个时候，阿难以当时的听众已经彻底了解六尘缘因不是自心啊，能够破除一向妄认六尘缘因为自心相的这种错误看法，现在已经完全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了。既然没有了，他得到什么？顿悟常住真心，顿悟常住真心。这个时候顿时开悟，悟到本有的常住真心，常住真心。这个时候他才体悟到，一开始佛问阿难，你的心在哪里？你用什么来看？他就是把心指在这个胸腔子里面，这是我们一般凡夫所有的众生一样的，凡是问到他的心，你的心在哪里呀？拍拍胸膛，在这边，底家了，温暖心瓜底家，一般人都是这样，认为心就在局在这里面，这是妄认六尘原因，那不是真心。现在已经顿悟到这个常住真心了，前面佛已经多次说明啊，众生就是没有认到常住真心，没有体悟到性净明体。所以才是在三界里面轮转不息。现在已经把这个六尘缘因的妄心把它去掉了，彻底顿悟到本有的真心了，所以心荡然，心荡然，心荡然就是已经悟到常住真心，因此他的心就荡然。既然身心都荡然清净了，又体悟到本有的自性清净法身了，所以得无挂碍，不会有所挂碍了。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他所证的境界是什么？就是按照前面佛所开示需要知道的、需要明白的，他一一彻底体悟。这是阿难开悟的境界，这是先总说明，然后下面再一段一段的叙述他的这个体会的情况。世诸大众，各国自知心遍十方。过去一向总认为心只在这个身体里面，不晓得它是无处不变的。现在全体的大众，每一个人都知道，心真心离体，这个心不是这个妄想心了，这个心就是指真心。这个真心如来藏妙真如性的这个真心，周遍十方，无处不变。前面的七大周遍、十大周遍、根大周遍都是指的这个心理作用，心周遍于十方世界，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周遍，那么因此见十方空，如观手中所持业物。那么因此之故，他看这个十方的虚空，现在看到的空虚空啊，好像手上拿一个东西，好像我手上拿一个树叶子，看到这个十方虚空很渺小了，我的心才是广大了，这个十方虚空好像我的手中拿一个叶树叶子，我好像手里拿一个树叶子，
或者是任何一样东西啊，那么显示真心之大超过这个虚空。所以后边啊前后都有说到关于这个虚空啊，比起我们的心呢，心要比它广大得当得多啊。十方虚空身理心内犹如片云点大清理，后文啊，十方虚空在我们的真心里面好像一片彩云而已。翻过来就是说，把这个虚空比真心，比空中一片云，比现在的虚空啊。所以空山大觉中啊，如海一欧发，欧灭空本无啊，恍惚诸山有，这些道理都在后边。所以他现在已经体悟到真心的广大无处不变啊，把这个现在看到的完空好像空中一片树叶子一样，一个物质一样拿在手里。一切世间诸所有物啊，皆即菩提妙明圆心。这个世出世间一切万法种种物质，通通不离菩提，不离妙明圆心。妙明圆心就是自信清净心，就是真如法身。这个本来自心就已经具备的觉体，所以叫做菩提。菩提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觉啊，就意为道，心意为觉啊。那么觉就是指本觉，众生本具的觉心，是妙明的原来本质具备的真心，就是自信清净心。这个当下已经体悟到心经变圆经存意，存意无杂啊。这个真心离体存一无杂无处不变，变于十方虚空，大而无外，周遍圆满，无法不包，无法不含，所以叫做心经变圆。我们这个真心离体，它是最彻底、最周遍、无处不变的，所以它能够含果十方。国就是包含啊，把整个十方通通包在自己的真心里面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反观现在这个父母所生的身心，那渺小得很啊。所以说反观父母所生之身呢，犹比十方虚空之中吹一为尘，若存若亡啊。反过来看看现在这个父母所生的这个妄想成就的这个业障身啊，就好像十方虚空当中的一粒微尘，虚空很大，微尘小到极点，很微细的一粒微尘啊。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就在空中，好像一粒微尘啊。那么这个一粒微尘呢，看起来又好像存在着啊，如果不细看根本看不到，好像没有了。若存若亡，存是有，亡看不到，好像没有，显示这个父母所生的身心渺小的极点，这个身体非常非常的渺小啊。我们不是觉得这个身体很渺小吗啊，这个十方虚空那么广大，我们的身体只有这么一点点儿啊，顶多高不会超过六尺台尺，不可能啦，顶多是五尺多而已了啊。站在方位呀、啊，也不过是这么一点点的这个地方，所以渺小到极点啊，说它好像存在又好像没有，叫做若存若亡。如沾巨海留一浮翁，沾安静的意思，水不动就叫做沾。例如说水潭里的潭的水静静的
没有动到它的时候，可以透底看到清清楚楚，那一种的境界就是沾沾然不动。那么我们众生的真心离体也是本来如是，像这个沾的不动的聚海，聚是大，很大的海，来比这个真心。而我们现在这个妄想心的身心，这个父母所生身，好像这个大海里面的浮现出一个浮沤，浮现出一个小小的水泡，水泡，以大海水的沾性来比真心，这个浮沤的水泡比现在的这个身心小的几点，这个身很小，所以这个身在三界里面轮转不息，起起灭灭，起生起灭死掉，没有了，消除了，对，其灭无从，无所从来，无所自弃，就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轮转不息，无量劫来一向一向就是这样子轮转不息，了然自知，或本妙心，常住不灭。这总结当时阿难与听众所得到的真如自性本有的真心了然，了明明白白，然就是这个样子，明明白白就是这个样子，我自己知道，我的本有的微妙的真心就是这个样子。样子怎么样啊？如人饮水呀，冷暖自知。例如我们喝水，这个水你说多冷多热，文字没有办法表现，我说多冷你也没有办法体会到究竟它的冷到几度，我说多热也没有办法使你了解这个热到几度。要怎么样才知道啊？你喝一口，喝一口就知道，哦，这个水是多冷多热啊，如人水啊，好像人喝水，冷暖自知，那一种境界，个个得到自己的本有的真心，就是如此，或就是得。当时听众除掉已经证果的圣者之外，凡夫如阿难之辈，通通都获得这个微妙的真心，大家都得到这个微妙的真心。这个微妙真心是常住的，永久如是的，万古常新的，一向就是如此，近未来际也是如此，因为它不生不灭，常住不灭，不灭就是不生，有生才会有灭，没有生，灭就不可得。所以这个真心离体啊，自性清净心的真心离体，它是常住不灭的，我们这个凡夫的妄想心，有生有灭，念念在生灭，而这个真如自性的常住真心永久不灭，这个永久不生不灭的这个真心离体啊，他们大家已经得到了，亲自证到了，所以叫做获本妙心。这一段全部经文的主要的目标它的总纲就在这里，大家都得到这个常住不灭的真心。上面这些文字啊，就是叙述他们亲自证道的境界我因为要把这一段获本妙心的文字这两节课要说完，不能留一点点在下次，所以必定要说完，因此不能细讲，假如细讲的话时间不够，我们现在因为要注重主要要录音啊，被这个录音机限住，这个时间一定的超过它排不进去，不能超过，因为不能超过，所以我必定要把这个时间算好那么因此这两节课必定要把这个文字说完，不能留一点，因为这种文字分作两次讲好像是没有这个需要，
假如你想要进一步求了解的话，可以参考注解。参考注解最好的这一段文的解释啊，要看文句，楞严文句，藕益大师的楞严经文句，他对于这一段文长文的解释非常的好啊。那么如果要照他的解释细细的分析，要花比较多的时间，但是又用不着两次啊。因此啊，我就把这个除掉开头几句话是按照文句里面的原文说之外，接下来就是顺文消文解释。假如你进一步要研究，请看楞严文句里面有最好的说明啊。已经叙述他们证悟的境界了，大家都得到这个本有的真心彻底提升的，然后啊，大家对佛要表示感谢，所以礼佛合掌得未曾有啊。当时大众听到这里，这个感恩之心油然而发，大家都觉得佛的开示实在太好了啊，大家所得的是从来不曾有过的，所以大家都站起来向佛五体投地啊，至诚恭敬的礼拜合掌，在佛前表示感恩之意啊。就得前面听来的法都是不曾听过的，几十年来听佛说法都还没有听过前面这么好的道理，所以大家都得未曾有，从来不曾得过这么好的境界，这么好的道理，我这一次是第一次听到得未曾有啊。这两句总意说明啊，全体大众对佛的感恩之心，向佛礼谢谢法啊。然后啊，阿难他是当机，他真正开悟了，他站出来向佛表示他的开悟的境界啊。所以用句诵来赞叹佛，接下去就说于如来前说句赞佛，就是在佛前，如来就是释迦牟尼佛，阿难尊者他站出来在释迦牟尼佛的面前恭恭敬敬的合掌，说出下面的句诵来赞叹佛的殊胜功德。那么下面的句诵啊，就是阿难尊者所说的表示对佛的赞叹，对法的赞意啊。这个句诵啊，在一般佛事早课念楞严咒都先有这一段句诵，都念这个句诵，妙瞻总持不动尊，熟楞严王是虚有，这两句是赞词。第一句啊是赞佛，赞佛所亲证的法身，大家体悟到本有的自信清净法身，所以赞佛的时候也赞佛所亲证的法身。现在大家所体悟的自信清净法身只是知道而已，真正了解知道自己本有这个法身，可是佛是已经彻底究竟证到这个法身，叫做离垢妙极法身，离去一切烦恼的个人微妙到自己这个法身佛已经亲证。那么这里第一句话就是赞佛亲证到法身因为佛自己亲证到法身，他才能够开导我们，让我们大家也能体会到本有的法身。那么从此就是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继续努力进修，一直到成佛，就能跟佛一样证到本有的离垢妙极法身。现在只是体悟到自信清净法身，一向只是说说而已，现在彻底明白所以赞佛就赞佛的法身
赞佛的法身呢、啊、法身具备体相用三大的功能，所以这一句话里面前六个字就是赞叹佛的法身具备体相用三大的功能。妙瞻两个字赞佛的这个法身的离体，总持两个字赞叹佛的所证的法身的妙相，就是相。不动两个字就是赞叹佛的法身的妙用，不动道场而遍十方，就赞叹佛的妙用。尊，这一个尊字啊，就是世尊，因为他句诵七个字一句，被这个七个字一句限住了，不能把尊字排进去，所以叫做妙瞻总持不动尊，就是世尊。总说释迦牟尼佛世尊亲证到这个体相用三大的不动的法身的境界。妙瞻总持不动尊，这是赞佛的体相用这个法身的这个意义。妙瞻赞佛的法身之体，体为什么叫妙瞻呢？瞻是极，极而既然不动啊，而又常能照耀于十方，妙是不可思议啊。法身离体的体的妙意，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表现，只可以说是不可思议，所以叫做妙瞻。极而常照，照而常极的这种境界，妙瞻，这是赞法身的离体。佛所亲证的离过妙极法身的离体就是如此。总持赞佛的德相啊，佛由法身离体显现各种的德相，报身，报身佛有无量相好。华严经里面说佛的报身呢、啊、是无量无边的相好庄严，所以总一切法持无量意，以总持两个字来表现佛的德相啊，不可思议的德相。那么应身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是应普通一般凡夫而示现的，应二圣以下的根基而示现的。那么佛的报身它是无量相好，所以用总持来表现佛的德相，亲证妙极法身的德相就是如此啊。不动赞佛的妙用啊，为什么以不动为妙用啊？因为佛应现十方千百亿化身，但是又不动道场，而常示现在一切，所以叫做哪切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佛常在定境之中，而示现在十方世界，无处不变，所以叫做不动而现，显现十方。这是赞佛的证道法身之后的德用。尊就是梵语的波切梵，波切梵，波切波，翻成中国话就是世尊，世尊，以世尊来表示我现在总以赞叹佛亲证法身的这个妙用啊得体，而他跟他的离体跟相跟用的这个体相用三大之妙，这是如来世尊亲自证道的境界。那么现在我们虽然还没有证，但是我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已经明白就是获本妙心所有的表现，所以这是赞佛的真身啊，就是亲证这个离垢妙极法身的境界，赞佛。首楞严王世希有赞叹法，
赞叹这一部经啊。佛一开头就对阿难说，有三摩提名大佛顶首楞严王，具足万姓，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录，记得吧？第一卷一开头佛就对阿难说过这个话。所以这部经从头到尾到底十卷经文都是说的首楞严王的三脉啊。那么后边还没有听到的，可是现在已经听过三卷，前面三卷玄如来藏的妙理呀，就是净说首楞严王三脉的这个微妙的境界，这是战法的总相，法的总相就是首楞严王啊。现在虽然只讲到第三卷，后边七卷也是显示这个首楞严王，所以现在只站在前面听过三卷的道理来说，这个首楞严王三脉的这个道理呀，世间稀稀少有啊，因为从来不曾听过。刚刚不是说都未曾有吗？既然是都未曾有，就显示这个道理世间稀奇少有，是从来不曾说过这么微妙之法。那么这两句先赞佛，其次是赞法，那么也就是总包含一切佛法的这个道理呀，他都在表示赞叹。然后接下去两句，消我意界颠倒想，不利生起祸法身，这两句叙述他听三卷经文的利益。阿难自说他听三卷经文的利益，我听过前面的说法，到七大周遍之后，我无量劫来的颠倒妄想的烦恼啊，到这里整个消除掉了。这个消，你看这个消字跟平常三点水的消不一样，金字旁，金字旁的消另外表现出众生无量劫来的无明烦恼最难断最难消，现在把它消除掉啊。虽然阿难到这里只证出国，可是他所悟之理呀与佛相同，境界很高啊。所以无量劫来的颠倒妄想整个消除掉啊。这个意界的意不是数目字的意，不是表示只意而已啦，万万为一，现在不是指这个意，而是指无量劫来一向颠倒妄想通通包含在里面，由这个是神，由这个是身心啊，无量劫来轮回生死的颠倒妄想通通包含在里面，因为从来不曾悟过，从来不曾开悟过，今天才开悟的啊。过去一向都是在迷，迷就是颠倒，颠者顶也，顶本来就要朝天的，现在把它倒过来啊，在朝地，这就叫做倒了啊。所以这个颠倒过去以妄为真，以假为实，这种的颠倒妄想，到了今天听过前面的经文之后，完全消除掉了，没有了。这是断烦恼啊，虽然只是正道出国，断见惑八十八识，可是还有许多维系烦恼没有断，可是理呀，他已经明白，理他已经彻底明白，以后要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救度凡家，没有困难了。不利生起祸法身，先讲生起，生起就是欧生起，欧生起中翻成中国话就是无数啊。这个生起是如果只就近成佛的图层说，都认为经过三大欧生期间修行修福修慧，三期修福慧百阶众相好，然后才能成佛。这个三大欧生期间里面它的图层啊，初地之前一大欧生期间，从初地到第七地
十地的初地到第七地，第二无生七劫；从第八地到成佛，第三无生七劫。所以叫做修行从凡夫修起，一直到成佛，要经过三大无生七劫。啊，我的看法，我认为这个三大无生七劫啊，不是数目字，是路程的大概情况。就是说，从这里到就近佛国的宝所五百由旬，有这么三个阶段：初无生七劫，修满到登地。啊，第二个无生期间从初地开始到第七地，修满第七地就满了，走过了两个无生期间，从第八地开始到成佛是第三个无生期间，成佛就是到了宝所登堂入室，啊，所以这个生期本来是要经历过三大无生期间。才能成佛正道法身。阿难说，我现在还没有经过三大无生期间，可是我已经得到法身之理了。这里不要把它看作正，正国的正，不要看作正，是他了解彻底相信。您应当知道，前面七大之前他还是不相信，他还不认为人人本有的清净法身如此。到了这个时候，他彻底明白，完全相信，全盘接受佛说众生本有的清净法身的这个道理，他完全接受了，完全明白了，叫做获法身。获就是得。因此这句话古著有许多争论，而且往往在这个所证道的地位上在哪里分别，我觉得这是多余的，不必。为什么？他这三卷经文就是说的理呀，要他体悟本有真心的理。有些明理才能修行啊，不明理怎么修啊？这只是他在理上亲自彻底明白了这个道理，我懂了啊，可以救入凡家了。所以后边有经文呢，阿难自己说啊，例如好像一个人游子游到外面去好久好久，已经不知道回家的道路，这个时候他已经明白这个回家的路线啊，从现在他游的地方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个路啊他已经清清楚楚明白了，不会再走错路，就是这种境界，明白而已了，彻底相信，本有自信，他彻底明白，彻底相信。虽然还没有就近正道，他只正道出国，这是越正国的途程，因为他是现在是佛的侍者呀，佛没有入灭之前，他不便正道阿罗汉国，为什么？佛很慈悲，他不让圣者，不让阿罗汉来做他的侍者。他要还没有断烦恼的人来做他的使者，所以阿难一直到佛入灭，他只有二果，只有二果斯陀含。那么因此之故啊，他现在所得的法身，不要去配合哦，什么地位什么地位，信啊住啊行啊，这样一一去背，不用，不必。他就是明白，还没有经过阿僧祇，不离僧祇或法身，很容易误会一位。人家要经过三大无生期间才证道法身，我不用，我现在就证道法身了。许多人用这种解释，我的看法我不这样讲，就是我还没有经历过三大无生期间，我现在已经明白法身之理。安内讲，不立，我还没有经过，不是不必立，不是不必立，而是我现在还没有经过。我还没有经过三大无生期间，可是我已经明白得法身的这个路线，我已经彻底明白法身应当怎么样修正，我已经彻底相信信门究竟成就，这样才算正确啊。接下去呀、还有十四句是先发愿，阿难尊者他这个时候要报答佛恩呢、先发愿
有八句他是发愿要先度众生。愿今德国城堡王，还度如斯亨沙众。愿今德国城堡王，他被这个七个字的句诵限制啊，也有人误以为啊，现在就成佛，宝王就是佛。嗯，我愿，我希望现在就得到佛国，成就佛国的宝王的地位，这样解释。我不这样看，我说愿从今天开始，我要修行，一直到得到究竟的果觉，成就佛国的宝王。今天才开第一步，不是现在就得。假如你要你说现在就得的话，那么三七修复会算什么啊？所以他这个愿经啊，我是从今天开始刚刚开步啊，这是我慧心的看法。今天我无难想，我今天刚刚开步，我要努力进修，一直到成佛的果觉，成就宝王的地位。嗯，这个宝王就指佛国。嗯，我要成佛，我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努力进修，还度如是恒沙众。我等到就近成佛了，我要度尽无量恒河沙数的众生。恒河沙表示多，他要度很多众生，他从今天开始开步，要努力进修，要来度众生。将此身心奉承差，是这名为报佛恩。今天感受佛的慈悲教化啊，我已经亲自彻底体会到法身的真意，我有报佛恩啊。我将这个身后要度化众生求成佛国的这个心叫做身心，以这个身心奉献皆为称差徒一切众生啊，来做度众生事业。如果我能够这样子发心度众生，那我才算是真正能够报答佛的大慈大悲发心度我的这个大恩的。假如我不发心度众生，我就不叫做报佛恩的这个境界啊。所以古人说，假如不说发度众生，那就不叫做这个报答佛恩。有这么一首句诵：假使顶戴恒沙劫，身为床座遍三千。若不说法度众生，是则无能报恩者。要怎么样子报佛恩啊？我就把佛顶戴在头上，经过恒河沙数劫，我把身体做床座做给佛坐啊，而且这个床座遍及三千世界给佛坐啊，纵然能做到这种境界，假如不去说法度众生，那不叫做报恩，那就不叫做报恩。所以说假使定戴恒沙劫，身为床座遍三千，若不说法度众生，是则无能报恩者啊。为了要报佛恩，必定要发心度众生，真正能够度众生才叫做真正能报恩。那么我虽然发这个愿呢，我希望佛帮我证明，父亲世尊为证明，五诸恶世是邪入。我那发的愿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我现在再来啊，这个请佛来做证明。佛重复再祈求，他是拜佛在地面上求佛来加倍啊，请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来证明我今天发的愿。我发愿在这个五浊恶世的苦恼众生，我发誓愿，我要先来先入以五浊恶世来度化众生。如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名缘。假如还有一个众生没有修道成佛，我就不打算在这个地方来取名缘。名缘呢，是涅槃的旧义，涅槃的旧义。嗯，
看起来阿难的愿力相当相当之大，等于是地藏菩萨的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是不成佛的境界。他要等到有一个众生都成佛了，没有一个众生剩下在世间，通通都成佛了。如果有一个众生还没成佛，我就不在这个地方取涅槃，取泥缘就是取涅槃。这个意思跟地藏菩萨地狱未空是不是成佛的意思有一点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地藏菩萨是众生度尽他方证菩提，众生通通度尽了，然后他才成佛。不过我很想有机会要请教地藏菩萨，那个时候众生都度尽了，你成佛做什么？众生都度尽了，你成佛做什么？我觉得有很特殊啊。那么现在阿难的愿力不是这样，阿难的愿力不是这样。你看经文，终不于此取弥缘，弥缘就是涅槃。众生还有一个没有成佛，我就不入涅槃，听懂啊？他说众生还没有度尽，我就不入涅槃。他纵然成佛了，成佛继续度，度到最后一个众生都已经成佛了，然后他才入灭。他才入灭，他不是说那个时候才成佛，他是要成佛。阿难是要成佛，但是他成佛之后啊，没有到众生完全都成佛了，他不入灭。这一点跟地藏菩萨不一样啊。他要成佛，成佛以后度众生，而要把所有众生统统度尽了，如果还有一个没有成佛，他就还是佛的地位，在这世间他不入涅槃。阿难不入涅槃，他的愿力是这样的。而地藏菩萨是说他要众生度尽才成佛，阿难是说我要众生度尽才入涅槃，众生没有度尽他不能入涅槃啊。将来我们好好的跟住地藏菩萨，也要跟住阿难啊，跟住地藏菩萨的这个最后成佛的时间，跟这个阿难尊者，他众生还没有成佛，他就不能入涅槃。有一位没成佛就不能入涅槃，我们也要到那个时候来亲近一下这个阿难的这个佛国地位。那个时候他要众生都成佛了，然后他才入涅槃。看看这种境界这个显示阿难的愿力是相当广大啊，以过去已经成佛的诸佛相等，以现在正在修行菩萨道的大菩萨相等啊。你不要以为阿难是个普通的阿罗汉，或者是普通的有学的二国圣者、诸国圣者太虚大师的社论里面呢，他解释到这里都成阿难菩萨，阿难菩萨，阿难陀菩萨，他没有称阿难是或者是出国人、二国人，他只是称阿难菩萨，因为他已经发菩提心啊，这就是他所发的菩提心。他发这么大的愿，叫众生都成佛了，他才入涅槃，这个愿还不够大吗？找不到第二位了，十方诸佛也如此啊。可是他有发这么大的愿，你不称他菩萨，那还有谁是菩萨呀？所以到了这里，看出阿难的愿力的广大，真是不可思议啊。所以前面的经文呢，阿难体悟之深，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假如他没有彻底体悟到这个境界，他不可能发那么大的愿力啊。这是阿难的度众生的愿力。接下去两句那是阿难要断烦恼，要学法门，要成佛，自己的烦恼要断，而且要学一些法门才能断烦恼经文是说大雄大力大慈悲，悉更审除为细惑。大雄大力大慈悲还是赞佛，他希望佛来加倍他。雄
是勇猛的意思。供养释迦牟尼佛的宝殿叫做大雄宝殿，为什么叫做大雄宝殿呢？经文里面经常可以看到十方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质疑释迦偏生勇猛啊。在其他经文里面经常可以看到这个话，说十方诸佛都在赞叹释迦牟尼佛。怎么赞叹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他修行度众最勇猛，因此称他叫做大雄啊。假如他不是最勇猛，不能在这个五浊恶世里实现成佛，这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所以赞叹释迦牟尼佛为大雄啊，供养大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宝殿就叫做大雄宝殿。这个大雄表示他勇猛，至极的勇猛。想想啊，释迦牟尼佛过去在行菩萨道的那些事情，我们根本就想也不敢想，别说是真正去做。他在亲近佛萨佛的时候，以一手俱送，一个脚站在佛前，一个脚表示跪啊，经济独立，这样子站住赞叹佛，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境界，一切无有如佛者，用这一首偈颂赞叹佛萨佛，站了七天七夜，在佛前，一个脚站而已啊，一个脚啊，这个表示这个跪的样子，金鸡独立一个脚站，站了七天七夜，各位试试看，别说是七天嘛，七十分钟好了，别说七十分钟了，七分钟好了，试试看，吃得消吗？这就是勇猛的表现，最为勇猛的表现，没有人能做得到的。他在雪山苦行的时候，细草顶，颅干穿过去，膝盖。他这个打坐的时候，这个茅草的颅草从他的膝盖里面穿过来，他能忍受。头顶的头发鸟在做窝。他过去做忍辱仙人的时候就经过这种情况，头顶的头发鸟在做窝，出顶之后觉得头顶有鸟蛋，不敢动，动了鸟蛋会掉下来，还在入定让这个鸟蛋浮出来，小鸟飞走了，然后他才出定。你做到吗？三分钟就很难了。所以这叫做大雄，他度众生的力量最为至极，积极去做度众生事业，力量广大，所以佛有实力叫做大力。他的慈悲无缘慈同体悲，叫做大慈大悲啊。大雄大力大慈悲是七个字的这个句中啊，应当就是大雄大力大慈大悲啊。慈能娱乐，悲能拔苦，这通通释迦牟尼佛都做到了。现在我难他正更需求佛希望更增加，再来期望佛来帮助他审慎的除掉他的很微细的烦恼，或者是烦恼。因为这个时候他刚刚是断见或八十私货八十一品没断，还有好多的无明，所以这些维系的烦恼啊，希望佛来帮助他能够把它消除掉。接下去有两句他是发愿成佛，令我早登无上觉，以十方界做道场，令是使令，希望佛帮助他，我阿难自称赶快成佛早登，所以他还是希望成佛的。无上觉就是佛的果位，希望我能够很快就成就无上菩提的果觉，希望我能够赶快成佛，成佛以后在十方世界做道场，不是一生成佛，无量世界千百亿法身同时成佛，在菩提树下做道场，像释迦牟尼佛夜度明星成佛的那一种境界，在十方世界菩提树下，成就这个无上的菩提。他发愿成佛，这就是他四弘誓愿通通具备。前面要度众生，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悉更审除维系惑，这是烦恼无尽誓愿断。要断烦恼，必定要学法门，
不学法门没有办法断烦恼，这里面就包含法门无量誓愿学，令我早登无上觉，这就是佛道无上誓愿成。菩萨道通途的四弘誓愿通通包含在里面。最后两句是他的坚定之誓，誓愿的誓啊。智者大师他在解释这个誓字啊，他誓就是愿的永烈志。什么叫做誓啊？誓愿的誓。为什么叫做誓？就是愿力最勇猛最激烈的志向。愿是永烈志，永烈的志愿一定要这样做，非达成目标不止。目标没有达成绝对不会停止，这种的这个观念就是誓。顺若多性可消亡，浊家罗心无动转。顺若多，印度话翻成中国话，空，空，空就是顺若多。这个虚空可以消亡，虚空本来不可以消，也不能亡。可是假定虚空能消亡，我的愿绝对不动，不会消亡。后边经文也说的，说到这个一人发展归元呢，十方虚空悉皆消运，那显示这个时空虚空也可以消亡，但是我的愿力绝对不能消亡。卓迦罗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坚固，有些地方翻作金刚，因为金刚是最坚固的。说我这个坚固的心愿呢，绝对不会被任何境界所动所转，不会改变。浊家罗心无动转呢，就是说明我这个坚固的愿心绝对不动，绝对不会被任何境界所转。我一定要做到这个目标，我的愿力才算是满了。这显示我们的愿力是非常的坚强啊。以这两句话坚定他的誓愿，一定要这样做，非做成不可，只有向前精进，不能一点点有停止的心理，别说是退，停止都不可能，就一定要往前冲，冲到最后成佛为止，他的愿力才满。这显示这个阿难尊者，太虚大师在社论在研究里面赞叹说，这应当成为菩萨呀，阿难菩萨，这么大的愿力，不是菩萨还有谁能做到啊？所以他才能够发出这么广大的心愿，而做这个最圆满究竟的佛法的事业。到这里为止，第三卷的经文算是讲完。这一段这个开悟的境界的文字啊，因为是阿难开悟，那么我们大家跟着这个因缘也得到法喜，心地非常的高兴，得到法喜。像阿难的这种境界，我们也能分享一部分，希望我们大家也来跟阿难尊者学习，那么这一部经十卷，现在只讲了十分之三，从下个星期天开始就讲第四卷。第四卷呢，比前面更热闹，更好听。一开头就是弗罗诺问的，清净本然，云何不生山河大地？这就一开始就已经问到非常非常的重要点子，我们需要学习，需要知道的。接下去，这个弗罗诺又问佛说：“众生本来清净啊，那么有无明烦恼，所以轮回流转。师尊呐，您现在您也回复原来的清净境界了，成佛了吗？成佛正道法身，你也回到原来的清净境界了。那我请问你，你将来你的三河大地什么时候再生呐？”这是第二个问题，
成佛了，将来是不是还会再升起这个三皇大帝啊？这些有为相是不是再升起来？各位想想，会有这种事情吗？有没有不管，第四卷就会有说明，说这个道理。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富罗那又问：哎，众生为什么有烦恼啊？众生烦恼从哪里来呀？佛就说有这个眼若大多的故事，啊，这是这个富罗那问话当中第三个阶段。那么这些话说完之后，阿难又出来问他，又是因缘问题，啊，然后佛才一开始清楚之后，佛等于是施了一个最殊胜、最广大、最微妙的法物给阿难，可是他摸不到门进去呀，所以阿难请入法物。好像你给我这么好这么大的房子，里面有这么好的宝物，可是我现在摸不到门进去，摸不到门进去，不像我们这个门都开住的，可能门都关入，他摸不到门进去，所以他请入法屋，要请佛开这个法屋之门，入屋之门，这也是阿难请求佛法当中的一个阶段。从此之后就慢慢趋向于说圆通的道理了。所以到了最后第四卷的最后，集中念长，以敲钟的方式来念出真如自性见性的常住的境界啊。所以第四卷的经文呢很热闹，里面道理非常之多啊。那么如果不读楞严经，恐怕要开智慧就很难。所谓开慧楞严呢，能够开人的智慧，开修学佛法的人的智慧，楞严经最能启发人的智慧。所以它有许多地方任何其他各种经里面都看不到的啊。所以我这是第二次讲，第一次用客家话讲啊，总觉得这是我自己的家乡话，讲起来又自然的多。讲国语呀，拗穷拗穷拗唔到穷。我经常在讲国语的时候会跑出一两个字的客家话来，你用心听就知道，用心听就知道我这个客家人讲的国语是客家国语，偶然会跑出一两个客家话，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因为是客家人，那么这是客家人的表现就是如此。今天能够讲到第三卷，我心里很高兴啊。那么接下去我讲第四卷呢，希望大家更进一步的发心，来努力完成这个法会的庄严啊。那么今天就第三卷讲完，讲到此为止，下次开讲第四卷，下次。